新竹市一栋栋大楼不止比盖的高，还比盖的美。底下绿地公园成就无敌栋距，宽敞马路、人行道走出一股优越感。关心里一度有新天龙国称号。财政部公布最新数据，这里平均收入再刷新纪录，综合所得平均数461.1万元。这边有在销售的那个案件真的非常少，基本上这边只要有案件要卖，基本上就马上会有人买。也有可能就是几个平均的隐藏的住宿好，把整个里面的水的那个总平均水收入给提高。要住进关心里，房子还得积极用抢的才买得到。附近排名第二的大同里李明倒是很谦虚，受到台积电跟联发科等大厂拉抬，全台顶尖收入员工汇集在这儿，平均年所得关心里461.1万元拿下首位，大同里388.7万元排第二，前五名新竹县市包办了四名，大家口中的天龙国台北医用福利卡位第四。关心里平均年所得已经连续五年称霸全台，也是台湾综合所得统计历史上第一个冲破460万元的邻里。我们关心里以前是没有什么房子，几乎没有啦，但后来才盖起来，全部都是新大楼，所以几乎住进来的都是因为在园区工作的人，所以他们本身因为园区收入就会比一般人高一些。关心里最新平均年所得已经让人惊呆，随着 AI 时代到来，明年的平均所得报告恐怕再刷新大家三观。三新闻张怀亮报新竹报道。